短，转眼一瞬，入这因果天机轮盘转一转，眨眼的功夫就焕然一新回来了。直到我雪上村，远山传来暮鼓声声，斜阳散了余温，凉意如故几寸。渡口半盏摇灯，经历多少日落月升，流水脉脉淌过世事浮沉。想来不过雪月动人，相偎靠临最温晚风，抚琴对影仗剑红尘，冬去春来寒暑几不知此次下凡历劫布的什么命理啊？这个立的什么劫，受的什么命，父母如何，家境如何，平日里接触的每个凡人都是什么来头，历劫长短，诸如此类，各有具体的调整呢。这个所谓凡人，都有凄苦，生老病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爱别离。这个万望火神殿下体谅，既是历劫，念子此次自然是要凄苦皆尽量多受疾苦，若能凄苦全受，叔父我自然会给他签个好郎君的，这个凤娃放心。叔父想让签跟哪个爱别离啊？不可以。不若，咱们给殿子安排一个天煞孤星的命格，身份便是那看破红尘的出家人，殿下意下如何？不可以，真要悟出什么来，你们哪个能负责？那再不若给他安排一个女子身。不可以，亏你想得出来啊。您不觉得您有点叛逆吗？